回来做嘞，好难嘞。慈济北港园区里，民众选购衣物，志工帮忙搭配，大家心情都很欢喜，因为卖出所得都要来护持购买疫苗。啊，是拢做善事的，啊，所以阮听到，我讲好来要来紧行。穿的人都觉得很好穿，然后又托我代购。北部一家成衣厂不敌严峻疫情而关厂，热心老板捐出7000件全新女装给慈济北港园区，志工牺牲假期整理衣物上架招呼民众，搭配衣服来回穿梭，啊还要弯下腰去找衫，有时候客人一来的时候就是人潮不断，每一天有百多人来咧结善缘，来咧经商要扶持咱的疫苗。你就把所有的疲劳、所有的一挂痛疼，拢会袂记入去。虽然没当过服饰店员，但用心就是专业。志工们诚恳的态度、亲切的招呼，吸引许多民众踊跃购买。啊，满载而归啦！就是要做公益，大家一起共襄盛举。这项活动持续进行中，慈济北港园区还有许多精美服饰等待爱心民众带回家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依达、吴佩娟，云林报道。